我是感觉咱咧无论啥个啊，所有的这个贵宾哦，会当来热心推动咱台语的活动哦，这是真正我代表台北市哦，这个郝龙斌市长啊，甲教育局哦，来表示这个敬佩的意思哦。啊，有人咧讲啊吼，咱是台湾的人，当然爱有台语吼，啊，才会了解咱本土的一寡文史、历史等等吼，所以这是真好的一个活动吼。另外一方面来讲吼，咱啊加一项语言吼，就是敢那啊加一个窗仔门同款吼，会当互相吼来沟通啦吼，啊会当互相来了解互相的这个意思吼，所以我是感觉真好吼，我鼓励大家小朋友拢会当来继续。来这个舞台戏吼，同时呢，晚上来参加这比赛，啊，今仔日都有迄现代诗的朗诵比赛吼，这是真好的吼。在其他在场的感谢咱无论社所有的这个啊贵宾甲朋友吼，啊以及咱的啊这个教务来甲咱指导吼，啊过来感谢所有的老师，也欢迎所有的小朋友过来。参加比赛哦，啊，祝大家今仔日的表演都会真好哦！谢谢，多谢大家哦，谢谢。好，咱多谢局长安尼百忙当中，过来给咱祝福哦，多谢好。